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如何去保护它，来能够任滥任正法起步呢？这信仰佛法的目的干什么？叫改变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修行。当时要求佛法存在的世界，你不去修行的话，那你就成了一个空相，空口理论，不成现实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人去实践，去修行，身教重于言教。你嘴巴哇啦哇啦的讲一讲，那没有修行啊，内心没东西，人家还是不相信。需要更多人去修行去实践，我们佛法才有希望啊。那么修行，首先弄清楚为什么要修行，为什么要修行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，怎样修行，这三个问题搞不清楚的话，那你就谈不上一个真正的佛教徒。为什么要修行呢？人家说你修行为什么要修行，想想我们做事情一样呢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？我搞不清楚。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读书啊？我不知道 啊，你也整天在那里读书，读书干什么不知道。就像很多人当和尚一样，当和尚人家问你为什么要当和尚呢？我不知道。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当和尚说你干什么当和尚，你说不来，社会的人怎么会相信你呢？会崇拜你。好了，我们在家信徒也好，居士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去学佛呀？顶多说学佛很好嘛。佛告我们，告诉我们行善事。很多人都讲行善事，做好事。学雷锋也做好事嘛？你干嘛要学佛呀？好了，我没话讲了。啊，雷锋不是很好？你干嘛要学释迦牟尼呀？就我们目的要搞清楚啊，为什么要学？首先要知道，我们人生是不圆满，我们一个人生是灰残的不圆满。怎么不圆满呢？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缺陷，所以我们没有去观察它，没有去注意它。从身体上、生理上讲，我们有很多病痛。佛教里面总结为三苦八苦，还有无量诸苦，生老病死，这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缺陷吗？有人说生老病死按照一般来说那是正常的嘛，每一个人都有啊，你干嘛去解决它呢？就让它去生老病死好了。佛教是可以改变的。那么有些人告诉死掉了生老病死就解决了，错误的认识。佛教说寄托以来世，很多人说佛教说寄托以来世啊，这一生拼命去修苦行，修修修来生，来生就好了。那你说来生没有人看见的，我才不相信。那人死了就没有来生了吗？来生在哪里？所以人家不相信。你干嘛一定要追求来生？你精神受用不行吗？精神就受用，不是很好？那有人说，那你今生没有生老病死苦啊？我们也有生老病死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？那世俗人是怕老啊，电视广告整天啊，保护皮肤啊，青春宝，永保你青春不衰老，有没有？啊？吃中华别经，吃的你身体就会健壮，不会老。为什么大家不怕呀？故事说叫你弄一个不老的东西啊，抹上那些啊什么酸，这个酸那个酸抹上去，皮肤就会变得光泽啊，不会起皱纹。哦，
看啊，永保年轻啊。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，外国人你问他多少岁，他很反感。啊，尤其二十岁以下，你要问他多少岁，他很反感。为什么？一说他太老，他不把实话告诉你又不好，告诉你岁数太大了。我们中国人习惯见面了，你多少岁？你多大岁数了？只要问了一下，外国人很反感的，你问他多少岁？他老了。所以说我们学佛的人怎么对待这个老的问题？老了就老了，死了就死了呀。人家对死很害怕啊，去到医院，上天两天到医院检查一下，哎呀，这两天这个地方好像不舒服，是不是得癌症？赶紧到西地去检查一下啊，扫描一下有没有问题啊。啊，医生检查说没问题，哎呀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医生说这个里面有一个瘤啊，很严重，我看看你要进一步检查。他回来饭都不能吃了，觉也不能睡了，烦恼得不得了，害怕怕死。啊，出家人说死的就死了嘛，在家人最怕讲死了。哎呀，今天初一啊，不能讲的不吉利的话啊，今天做好事啊，不要讲的不好听的话。我们整天都讲死，一直都没有死。啊，你不能说你讲死就死了，你不讲死他就不死了，你不讲死照样死。哎，所以我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？那你以为死的就死了，你就不害怕吗？你只要提出你的正念，你会修行，你怕什么？我们现实就很洒脱，很自在，你活得自在。你今生你能够学习佛法，充实自己的内心，你就会学得很自在。我觉得学佛的人都会做到这一点。假如说学佛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的话，你这学的不及格啊，学的不及格。你学的佛的自在啊，那你就及格了。哦，那么你今生特别的洒脱解脱了，那就100分。所谓解脱烦恼解脱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不能啊，利害关系也好，种种财色名食这些都对你没有关系，打不上交道，那就解脱。啊，所以我们人生不从生理上不圆满，就是因为有什么病痛。生老病死，还有种种苦啊！啊，凡是学佛的人都懂得啊，爱不啊，爱别离，爱别离求不得，人生慧，五阴炽盛，这些种种苦恼，就是我们的人生不圆满。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，解决这些问题啊！所以首先认识到，所以我们要修行，人生有这么多问题要想解决。那么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庄然成净，庄然成圣，庄一起悟，这是我们修行的目的。不清楚的东西我们要除掉，成为清净啊。那么我们是凡夫要转为圣人，我们迷惑要转为开悟智慧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到底修行修什么东西啊？那么怎样去修行呢？怎么修啊？那就叫对治我们的烦恼，对治我们的烦恼。我们人有很多烦恼啊，那就是心理问题，生理上有种种苦恼，心理上有种种烦恼。这个不如意，那个不称心，你就烦恼了，你不自在呀。啊，我前几天他们刚把我抓到福州来的时候，我就很烦恼，我就不自在，我就住在这里不舒服。那么这两天我怎么办呢？我说跟整天跟别人讲对治烦恼，我自己这一点烦恼都对治不了，那还了得？我就下决心去对治它。前一段时间我睡觉都睡不好，
这两天我一想他，哎呀，何必想那么多事情？随缘，随缘。一想到随缘就没有关系。怎么讲？我们不想得到什么，无所谓，失去什么。所以你抱着这种态度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很自在。你想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的话，你就会失去很多。得不到，你就会失去。那我们就很多人在想当会长，他不叫为会长。我说我当那时我都没有感觉什么得到什么，我没有得到什么东西。从个人来讲，我觉得失去，失去的。很多人说你升官啊，我说我现在是下降了，哪里是升官啊？你搞错了。人家说你功课功课一样，我说你要慰问慰问我。我说你功课什么呀？我没有得到什么喜事啊，没有得到什么好事嘛。他说你当官了，我说还有什么什么官可担？当和尚还有什么官可担？那你没有这种思想的话，你就没有关系。啊，你要当心当会长的，为好生的肝啊，不要让这乌纱帽丢掉啊。那你想方设法保护自己，那你就会很苦恼啊。我说我没有什么呀，我说叫我当我就当，我当他不行，哪天把我免了，我就高兴了呀。没有什么，那你不想得什么，你就不会失去什么。你想害怕，哎呀，我要得到这个，要得到那个，那你就会很苦恼。所以有希望就会有失望，你没有希望你就不会有失望。举个例子说，你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成科学家成大人才，可是这孩子不会读书，很笨，每次考试老师都是写红笔的，成绩单拿回来都是写红笔的，你会气半死。哎呀，我这白生了的孩子怎么搞这么笨。你想通了这孩子的智力，因缘就是如此。一个人既然来到这个世间，他自然有办法生存下去。你这么一想，你倒没有事情。你生他一生，你不能保他一世。你把这身体把他生出来了，你再保他一生，那你不死啊？你总自己比他先死嘛？你死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尽力去培养他，尽我们的义务。至于他不能成才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你也强迫他，你这下不会考100分回来，我就打死你。啊，给他加施加很多压力，孩子受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逃跑了，逃学了。你看报纸上，报纸上经常登行人启事，孩子跑没了，跑丢了，为什么？你逼着他受不了。那你不是失望更大吗？你希望他成龙啊，成才呀、啊，啊，他连泥鳅都成不起来呀、啊，蚯成蚯蚓了，所以你就失望更大。所以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对待。你不要当官了、啊，我希望当官了、啊，当不成了、啊、你就很苦恼。所以我们的世间的事情要任其自然。学佛的人也是如此，任其自然。啊，我们修行也是自自然然的是修。你不要说，我拜佛拜了几天了、啊，怎么这佛怎么不放官了、啊？他们说拜佛拜拜会放官了、啊，这观音菩萨怎么我都没看见呢？他们拜拜的有看见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你就希望，突然间拜拜晕过去了，头一晕啊，眼睛发啊，产生很多晕过去，哎，你不都不让他观了？搞错了，晕过去呀、啊！办太辛苦了，不是发官了。所以你不要太多的希望，你去修，你去做，自然会得到。就像读书一样的，你拼命去读，成绩自然会很好。你投机取巧啊，想得到什么？你不读，你想拿你好好成绩？修行也是如此。这世间每一样事情都是如此，这样子我们的烦恼才不会增加啊！我们要断除烦恼，是这才行这么一种
态度，顺其自然。你去修行用功，它自然就克制了。这压力就是一种庄严沉静啊。那么底下要讲的染指的那个现在，烦什么是烦，什么是迷，我们迷的是什么，染的是什么，如何去转，这主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修行就讲修，修要修有所成啊。那么这个怎么去转转啊？很多人着急得很啊，哎呀，我在家居士没有时间修啊，师父啊，你怎么找一个法门给我修比较快一点的？我怎么快法？用电击吧，啊，用电把你插到你的鼻孔里面进去，那烦恼嗡嗡嗡就断到完了，不可以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？怎么去转？啊，你转得好的话，你修行就会成就；你转不好的话，一转也不如，一转也糟糕。本来转染成尽量因为越转越难，越转越烦。你这人修行学习佛呀，学习学到后来变成那神经兮兮的这样。我看很多人修了没有修成啊，学到后来神经兮兮的。啊，去年呢，我那里小庙来了一个很了不起的，是西北工业大学毕业，研究生，后来当了工程师。啊，他程度很高啊，那外文讲得很好，但是一心一意要学佛，放弃家庭，他没有组织家庭，27岁没有组织家庭，一心要出家学佛，找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希望有人成就他，他跑到山上去。我因为不了解他，我说你住住看嘛，到底你真修行还是假修行啊？我说你真修行，我就成就你，给你饭吃，给你钱用，给你时间，你自己去修吧。哎，他很欢喜啊，看看我这样能够成就他，他很高兴。我说你修，我说只要谁肯修行的话，我说谁来我都成就。他修啊，修得很厉害啊，怎么个修法呢？不睡觉，照夜不睡觉的修。哎，后来他讲他吃饭是吃菜，他吃菜麻烦。他说饭吃一口，菜吃一口很麻烦啊，他就干脆我一直吃饭。我说你这样不吃菜不行啊，我说你所有人生所需要的这些维生素你都没有，起码说我说你这钙都没有，不吃咸的东西怎么可以啊？我说你的骨头也会松弛的。他的释迦牟尼佛就在雪山的时候吃一麻一麦呀，这都可以，我怎么不可以？我说那是释迦牟尼佛呀，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是最后生的。我说你不要搞错了，我说你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啊，我说我是凡夫肉眼，而且我这是近视眼，我还看不出来你到底是什么人。但是说我按照正常的情况下。啊，我说你如果不是圣人的情况下一定要吃菜，但是你是圣人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我说你相应的睡觉了，我说起码2个小时你总要啊，他不睡，房间不在传呼，他把它撤掉啊，全部东西搬掉，他要睡觉的时候就在外面大殿外面去转转转，完了转了脚脚累了，他回房间就拜拜，完了就转，他的脚肿得这么大啊！后来呢，以神经病下山。后来西禅寺不是有车到山上去吗？他本来叫我来帮忙西禅寺，正好一个车上去，就把这个车搭那个车下来。还坐车里面，听说还很严重，还很严重啊！还得走的时候，我还给了他几百块钱，我说你一定要坐车回去。还说去找他的老师去啊，他们要帮忙他买的车票，买的很多吃的东西。那么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，这就叫修行啊！我说你很啊，但是我也跟他一直讲劝他，他不听。他跟你讲，跟他讲的时候悉心接受，坚决不改啊。跟他讲的时候，他是，但是他还有行我素。
去修，这修行不得法的话，你就会毁了这一生的啊，毁了一生。你修行还要怎么修？要讲究方法。这释迦牟尼佛只是我们这些方法，我们要懂，要明白，这是方向。若没有方向，像车没有方向盘一样，那你就危险，就出危险啊！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讲经、要说法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去行持，我们才有保证啊！所以这个这样子呢，我说我们每一个佛教徒，他修行有成功、有学识，我们就能够谈得上令正法久住，法还不会灭啊！但是佛法最终还是会灭。但是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活着的时候，眼睁睁的看它就灭掉。所以我们在家种也好，出家种也好，都有肩负的这一种责任。我们要团结一致，来弘扬佛法，推动佛法，我们才能够报答佛恩，跟释迦牟尼佛脸上争光，不要在他脸上抹黑。假如说我们互相排斥、互相斗争，那就跟释迦牟尼佛脸上抹黑呀！啊，所以我们的佛子要团结一致，来维护佛教，不要老是那样。现在这种局面，拉帮头、立宗派，分别你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这样的话就不行。所以我们的指头这样出去没有力，这样才有力啊！打人家这样，你这样没有力气。所以我们团结一致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是推动佛法、修持佛法，大家要达到成佛，是我们的目的。除此之外，世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次要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。昨天我们谈到这个讲的法灭尽经，那么为什么谈这么多问题呢？因为我们佛教徒本身，我们所应做的、所应认识的问题没有搞清楚，就不能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子，这样就造成佛法的一种衰灭。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懂得佛法，各尽其责，那佛法就不会蒙受冤枉，所以不得不讲这些道理，让大家有所认识。那么我们昨天讲如何修行，为什么要修行？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？最后说怎样修行？假如说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，那么我们才称得上一个真正的教徒。这样佛法呢，才能够行完。我们昨天讲就是修行的目的是在于转染成净，转凡成圣，转迷起悟。那么这里说染、凡、迷指的什么？染就是杂染，不净，以清净相当。凡是普通一般，以圣相当。所谓圣是超俗、
超越，就超出一般，就叫做圣。就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一切都是非常的一般，不能超出超越。圣人之所以解脱，解脱什么呢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，才叫做解脱。我们就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。所谓空间，比如我们这个讲坛这么大，再做多了就没有办法了，容纳不下空间的约束。大家如果读过维摩诘所说经的话，你就知道他不造空间的约束啊。一丈见方，这个一丈平方里面可以容纳几千几万人，你看他就打破了空间，比我们造空间的约束。那么在家居士，你住的那个房子，你只有那个地方是你的家，其他地方就不行了。那么我们出家的，首先比你们在家要解脱一点，什么？我们是无家处处家，出家人是没有家呀，处处都是家，四海为家。天下丛林皆是我们的家，换句话说，天下都不是我们的家，就是这样。那么你们修这个房子，好不容易修起来呀、啊，一直保护啊，一辈子还要住在那个地方，而且好几辈的人都要住那个地方，就是空间的约束，你就不得自在。你福建人，你好好生住在生活在福建呢、啊，你要移到别的地方去很困难、啊。你要出国到美国去，扫细山很辛苦啊，办理签证就难了，这叫空间的约束，不得自在。如果是圣人的话，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心念一动他就去了，这就超脱解脱。时间我们有白天晚上的分别啊，有光线的约束，八点钟上班，你这个八点钟就得到了，你不到你说你迟到了啊、这就是时间的约束。长一点，我们一辈子时间80岁90岁就得死，也是约束。所以圣人超俗就超出这一个方法。佛你看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观，他就没有造这个生命的约束，时间的约束，这是超俗超越。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做到这一点，超出这个啊。那么有人就要问啊，那些现在的修行人几个人能够超越这个范围啊，时间和空间，谁有办法呀？我们正在往这条路上去行走去努力，不是说马上就叫你这样。但是现在也有不少人已经能够这样，生命能够自足，哪一天想走他就走了。台湾的广清老和尚90多岁，他临终的时候集中他的弟子很多，请大家来跟大家谈话合掌，他说我要跟大家告假了。他说老师你去哪里啊？他说我走了，眼睛一闭就走了。这不是修行的成功吗？何等的洒脱！
不要指望来世，现世就超脱，这就叫做超圣。我们要转这个凡啊为圣，迷是迷惑无知以智相反，智慧是了达明白。因为我们不够了达，不够明白，对人生还不够了解，哪怕我们一个人自己一生中都不够了解。讲更短一点，我们不够了解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晚上几点钟睡觉你都掌握不住。慧见德爱人说，我晚上十点钟睡觉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十点钟的几分钟几秒钟你睡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十点十五分五十秒钟睡着了，有没有这种说法？五十秒钟你知道睡着，你睡着了没有？还是没有睡着吗？所以我们这种智力就这么短浅，你几点钟睡着都不知道，还能超越吗？那不是迷惑是什么？明天所要做的事情有把握吗？都没有把握呀。我们说明天计划做什么做什么，中国人有计划说计划不变化，你计划是这样，明天就变化了，都不懂。昨天的事情我们都记不清楚，再远一点，十年前的今天做什么，你能想得起来吗？十年前的今天是什么？做什么？起码说80%的人记不清楚了，模糊了，所以我们的智力就这么短浅，这么无知，更何况前世、来世，我们一生中都了解不透，前一生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断定说没有前世，没有来世啊，不叫做何等的愚痴无知。妈妈在生我们的时候，你知道也是一生的事情呢、啊？什么情景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多么的无知，多么的迷惑啊！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无知迷惑呀。就佛教叫我们要转这个无知为知为了达。那么如何去转呢？这个问题怎么转呢？所以这个转就是修行。唐代的谭居士很有名，大家都知道《居士传》里面是最有名的居士，姓谭的，他一家人都信佛，他的太太、他的女儿都信佛，而且学得非常有成就。他一家人在那里谈论佛法的时候，唐居士说：“学习佛法到底是容易呀、啊，还是难啊？”他太太说：“很难，佛法是很难。”唐居士说：“佛法很容易啊。”说：“意义意，百草朝上祖师意啊。”这一草一木都是祖师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说都是佛法。每一法里面信手拈来都是佛法，它容易得很。他太太说太难了，他说难难难，十斧芝麻树上砍，这芝麻要砍到树上面去，芝麻要砍到树上去，多么难啊，就这么难。他一个讲难，一个讲易，我们可以理解。懂得修行的，懂得修行的人，他修一天
就不懂的修行人要修一劫，一劫时间在那里修啊，修了半天还不如人家修一天呢。记住，有些人也拼命用功，一辈子在那里修行啊，念佛呀、持斋呀，他也很修行啊。那么死的时候稀里糊涂啊，那么有些人对佛法就产生动摇信心了，这信心就动摇了。哎呀，他说他那个人修一辈子，怎么修到后来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要问他真修吗？他懂得修没有？去厦门呢，他跑到宁德去了啊，往罗爷那边找，去厦门能找得到？他也拼命找啊，他说我找得很辛苦啊。所以要懂得这个路径如何走，哎呦，这修行，所以转就是用现代话叫净化，净化我们的内心，净化我们的行为。我们的习气很重，今生的习气，而且由过去的习气，习气就是我们现在的现代化说习惯，生活习惯，生活习惯很难改变。中国话有一句话说：“江山易移，秉性难改。”这个性很难改。有人说：“哎，发脾气，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”你看我们到商店去买东西啊，有些服务员呐，他脾气很坏。你说请他的东西拿来看看吗？你没买不买？要买就买，不买看什么？这给我们顾客一种啊，凉飕飕的感觉。我常说，说每一个人做服务事业都像空中小姐那样子，我看那事情什么都好做。坐飞机啊，空中小姐那简直耐烦的不得了啊！他一会儿叫你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要喝点什么？你要吃点什么？”微笑的跟你讲。一会儿来了，先生，请你系上安全带。都是非常的和气，然后我们常常说带着自己那种怪脾气，就是说我的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改不了啊。把这一种自己的一种脾气习惯呢，要强加于人，这就是我们的毛病。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改。修行就是做这个工作，修这个东西。所以有些人啊，他对佛菩萨很虔诚，到大殿去对佛很恭敬很虔诚，对人呢很凶啊。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呢？这菩萨他很恭敬礼拜，看见人吃我烧一下，你烧什么香烧香，这个时间来烧香，凶得要命啊。还有这样，华严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令众生欢喜这诸佛欢喜，这就修行了。众生不欢喜，佛是为众生服务的。佛告诉我们，你要学佛，你先要为众生服务，你才能够成佛，离众生无佛可成啊。随顺众生，这供养随顺诸佛如来，这是一个原则。我们发现很多都能修行人都是这样，怪脾气，脾气很暴。出家的老修行呢，他修行修得很厉害，但是脾气呢一给他发起来，那就不得了啊，平时不讲话，你要让他生气的话，那就是恐怕连庙你都给他烧掉。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人对人很凶？我们居士，尤其是居士在家，我们现菩萨身，观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就是现种种身而为说法。再说我们一个居士在家里学佛，首先要改变转变我们这种习气，
让家里人首先相信某某人学佛确实不错，比如说你是妈妈，你对你的儿子脾气要特别好，要容忍耐，对你的先生要特别好，他就感化，他不相信他一点，哎，我的太太学佛最近对我这么好，哎呀，这个佛教很好，他就一种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佛教。反正你学佛学得怪怪的，早晨三点钟就起来，叮叮哐哐哐，又烧开水呀、啊，又要洗脸啊，又要烧香啊，弄得他要睡觉啊。你孩子明天要上班啊，读书啊，你吵得要命。你说妈妈，你不要吵，我要拜佛，我在哪里不要吵？师父告诉我要拜佛，回家里要念佛。他就怎么样？这佛教多么不好！哎呀，我妈妈变成这样子。他不学佛倒是不吵我，他学了佛回来吵得要命。你想想看，你说我们男居士也是一样啊，你回去要，你太太不相信的话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感化他，对他特别的好，关心他，体贴他，爱护他，他觉得你这学的佛不错嘛。还关心我，以前你都没有这么关心我，你有这么爱护我呀？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可亲可敬，他就相信你了。你不信，你就带他到庙里烧烧香，你说佛教很好，他就从你身上体验到了，看见了，你就可以度化更多人，招微一些人都给你感化。哎，你学的佛怪怪的。板着脸孔，你看我像观音菩萨，我像阿弥陀佛，你看这佛都是很严肃的。哎呦，人家看见你的高不可攀的，害怕远远的跑掉。你怎么去度人？你就从你身上体验不住佛法的一种慈悲，所以这就是转法门的习气啊，就在生活里面，就学习佛法就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一举一动去进化去改变。我们先从现在就可以做起，你们晚上回去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位置可以让开，你坐我让着，哎，这个人不错，好，那我坐，他就对你一种不一样的心态，你上车的人上不去，你拉他一下，他觉得这人不错，他对你一种好感。你说他还说谢谢，你说阿弥陀佛，哎，他是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确实不错，慢慢的去转化更多人，这就是一种弘扬，这就是一种度化，不要花佛钱了，就不要花钱了。很多人说学佛要花钱了，我昨天晚上讲了，一到庙里就要花钱了，不要花钱，你这样去做你就不要花钱，就度化很多很多人。我们佛教就生命力呀，不要搞怪怪气，学佛的很多搞神经兮兮那个样子，那是很可怕啊！也不要学的怪脾气，古里古怪。出家师父也是一样，有些怪怪的。你说我修行啊，我很难啊，懒得跟你这个啰里啰嗦。但是说世俗一些无聊的一些在那里长老，我们要摆脱，但是我们如何来处理，要折中啊，不要太过给人家一种三心的感觉，对佛教产生反感，这不好啊。这就是转化了，转化。那么这是从生活里面，再一个说我们一般人的认为啊，我们的人一生中干什么呢？读书，小时候小小的上幼稚园读书，一年级读到完了，读书完了干什么呢？就想着事业，书读完了干什么？就是要找工作，要有事业，事业完了就是家庭，家庭完了以后就等死了，有了孩子了吗？事情做完了干什么？啊，没事就养了一条狗啊，搭到公园里面转一转。现在很多人养这只宠物啊，连奇奇怪怪的，孩子不抱抱狗啊，狗抱着满街跑啊，一条狗好几千块养在那里抱来抱去的，
他觉得这种很充实啊，他觉得我们很充实啊。哎，你们这和尚很无聊，臭饼在庙里面一待，你看我的狗多好好玩，给它洗澡，给它梳毛啊，抓狮子，他就觉得很快活呀。然后完了抱着狗睡觉，完了最后等死了，以为这是人生，以为这是充实，这是何等的愚痴无知啊！啊，所以今天啊，那个市宗教局介绍一帮人来，叫我给他介绍佛教，他对佛教一无所知。那些人啊，我说我替你们遗憾，你身为一个中国人，佛教在中国流传将近2000年，这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你的一无所知，我说我感到遗憾。他的佛教里面的一些不是佛教本身的东西他们都不懂的，鬼啊神啊跳神啊那些东西他都是说是佛教。我说佛教哪有跳神，他说我们以前都这么认为呀，说你们佛教也搞成跳神。